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吃柿子了。我是宁果儿，这是我当地的一个粉丝拿来的一个三星水泵。我看这个水泵是别人拆过的，我怀疑他不是我的粉丝，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修这个水泵才成为我的粉丝的。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就看这个水泵到底有哪些问题。看这个线都已经烧断了，看这个。
这个线头留反了，线我是应该在这边，这边才有烤的地方。糟了，要把这个线给拔过去。这个是我修的这个水泵的这个底盘，这边已经烂掉了，这个不美观，我想换一个好一点的。然后我就在废品站淘了一个，淘的时候，但是它这个是坏的，这个就用不了，就只能用它这个。但是这个上面是四个螺丝眼的，然后这个上面是三个螺丝眼的，这个需要修改一下才能把它用在这个下面当底座。接下来我就开始喷一下这个砂。这些配件我已经弄好了，然后缺的东西我也买回来了，这个三相线，还有这个变压油，还有这个油封，还有一些螺丝，还有那个线鼻子都买回来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
机器我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去试机了。这个需要三相电，我得把我那个柴油机给弄燃。机器我已经修好了，然后为力挺猛的，在抽水的时候它都会转。主要是这个管子我没有加，所以它冲水的时候会冲在上面，我们看到扬尘就比较矮。这个机器就等着粉丝自己来了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